逆行走花路 NUESTW 五月台北开唱。被誉为人生逆行偶像的 NUESTW 即将一路逆行到台湾，将在5月26日再度造访，以完整的演唱 NUEST Concert W in Taipei 与台湾粉丝相见。演唱会门票将于本周日22日于椭圆售票系统全面开卖。NUESTW 在3月16日至18日在奥林匹克公园 SK 手球竞技场举行 Last Concert W in Seoul 演唱会，总共16000张的门票全售罄，售票时吸引220,000人同时上线一起抢票，人气强强滚。看到现场满满粉丝热情支持，团员们都说虽然紧张以及感动到差点出错，但也感到相当的幸福。台湾场也将于5月26日在新北市工商展览中心登场，本周日22日下午1点于拓元售票系统全面开卖，票价为台币摇滚区5200，座位 A 区4800，座位 B 区3800，身障席2600元。相关详情可洽主办单位 NASIA 超级圆顶等官方脸书专页。